think I found the love that I'm after. Fresh as a first kiss, and it changed everything. I've certainly had my share of disasters, but now it all seems a little less crazy since you've been coming. 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是美妆博主小野，您觉得我这个造型怎么样？因为今天行程真的太赶了，所以说我就没来得及弄得特别精致嘛。现在早上7:46，然后我现在在香港，我是过来参加那个 YouTube 的活动，然后今天的行程超级满，超级多，所以说我现在先去把饭吃了。海景真的这里有一只疲惫的小野。其实没有孩子了，骗有机会也可以来四川成都找我玩。上面都还可以再点一下。上，我来点。Oh, where I can see the time. Okay, 我找你。漂亮，漂亮，我中意你呀，漂亮王子。
大家要自己怎么去。Hi Miss Yin, please come to Hong Kong more. You make every day easier.嗨，我是小花，还是很漂亮啊，对不对？点头。你那个 stabilizer 怎么点啊？表演除衫，睇住啦！小心一点哈，好，还不够，还不够，好麻木啊！你哋真系咩嚟？看看看看看看，哇，会不会太大坨了？这个卡只有100多个G的素材，我要赶紧把这个素材导进去开始剪，最好这一周就可以发。OK。今天一天终于忙完了，我现在电脑正在导素材，今天拍了几百个 G 的素材，然后现在刚好我觉得有时间和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要录这个 vlog 的原因，就是我还是挺想把我生活中的其他一面分享给你们看，然后也挺能让你们参与到我的生活当中来，让你们多多的了解我。就是今天我觉得我的 cooking show 的这个环节表现得还不错，因为这个也算是我自己的一次小小的超越吧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说是自己作为一个主持人去让现场活跃起来嗨起来，然后和粉丝自己去互动，我觉得自己今天表现还不错，但是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得更好。哦对了，我都忘了说，今天我不是去那个玩具街买了一些礼物嘛，然后就是想着在这个地方我想抽10个小宝宝，然后送这10份的礼物，然后这个礼包里面会有很多，不管是礼物的一些周边呢，还是说我对你说的话，包括我今天在香港买的一些非常 local 的一些很好玩的一些礼物，然后我全部都打包在这个袋子里面。参与的方式的话你们看文案就知道了。我要睡觉了，我明天还要赶早上的飞机，我觉得你看到这个位置的人一定是真爱。看了这么多，我这个也是我第一次做，我之后也会慢慢的改进这种视频的方式。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来成都找我玩，也欢迎你们把你们的城市留在下面告诉我，如果我有机会的话去到你们城市，我会拉你们出来面基，到时候不